这里都教过啦，所以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哦。来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根号三、根号十二，这里有括号，对不对？那在计算的时候呢，请你把这个根号三乘进去，分配率，然后这个根号三在这里，这里是加，如果印不清楚，你们自己写好，这个是加。然后它这边是乘，所以这边根号三乘以根号十二，是不是看成三乘以十二都到大根号里？然后再来根号三乘以它，这里是加二十七乘以三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哦。根号三乘以它，是不是减掉七十五乘以三，对吧？就是根号三乘以根号七十五啊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三乘以十二是多少？是不是三十六？然后二十七乘以三是多少？八十一。好，七十五乘以三是多少？对，是不是二二五？好，敏感一点去想一下，这个开出来是谁？六。这个开出来是谁？九。九。这个开出来是？对，十五。所以答案等于多少？零，没错。动笔写，很简单哦。好，所以第二题也是一样的方法，你们就自己动手写写看。写完再抬头看一下写的对不对，好不好？